这个星期我们邀请到了广西艺术学院的教授刘鑫老师，他是由那个中国美院之前给我们讲座的王黎老师推荐的。刘鑫老师会带领我们从文化的视野，然后观看1930年代上海大美术的艺术环境，那包括当时艺术界的一些交往的话题。然后刘鑫老师的讲座题目是《大美术风气下的摄影时代》，从这个角度看郎静山的作品，意趣和社会角色。那刘鑫老师是广西艺术学院的教授，然后呢，同时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广西美术家协会理论艺委会的主任。他出版的作品有《中国油画百年图鉴》《中国油画百年图像》《自己的园地》《流星水墨作品集》《20世纪中国美术论稿》文饰新颖》《画史记丛》《中国美术中的广西图像》等作品，获得了中国图书奖的提名，桂柏优秀作品奖。桂柏优秀图书奖、广西社科成果奖，主持了国家社科艺术学课题、广西现代美术史等相关的作品很多。我们非常感谢刘鑫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大家做一场讲座，谢谢您。感谢主持人，感谢郎女士，感谢王丽老师，郎姐，您还要再欢迎一啊，下刘鑫老我师。这个感冒还没好嘞，又 不多对，说您这话次了。病的我挺这边严也是重。冷啊，啊，好，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可以早一点开始。好，那刘老师，请您开始对，吧。好。好。时间您可以把控，如果后面时间多的话，可以留一点给听众朋友们提问题。好嘞。线上线下的各位同行朋友、老师，晚上好。应那个王丽先生，郎女士的邀请啊，专门在那个郎金山先生这个诞辰13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里面。要做一个关于他的一个讲座。我大概我选的是这么一个题目，我相信可能关于郎先生的艺术啊，大家可能方方面面都会谈的比较多。我是做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我关注的那个议题呀。大多都会集中在民国时期那一段。郎先生当然是在民国时期上海时期那一段啊。我以为恰好是跟那个当时的美术界等会儿啊，联系非因常为有密些切人的。疼。也跟整个当时上海的这个大环境啊，很协调的融为一体。从他的作品一曲以及到他个人的社会角色来讲，都在这个上海1930年代的上海时期啊，就发展出郎先生的那个艺术，所以我就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叫《大时代风气下的摄影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郎金山的作品一曲与社会角色。这个，我讲的这个大美术啊，是相对于小美术来讲的，这个大和小不是价值观，它实在是一个范畴跟概念，不是我们讲这个那个大和小之间有什么价值上的那个上下之别，不是这个意思。我先想把这个题解一下以后，
再进正题来讲，在1920年代到30年代的上海啊，大概艺术圈子里面有这么几个生态格局，一个就是大多都是有留学背景，然后又在学校教书的这一波人。这一波人就像照片中的这个刘海粟啊、张悬啊、傅雷这种一样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很多啊。那时候的美术学校、艺术学校是上海最集中的，也最多的啊。所以很多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学校里面，这就形成了一个，以那个留学回来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受过科班教育的人，然后自成一体的形成一个队伍。这个生态，多半都是有明确的那个画种身份的人，比如说像油画家就是油画家。然后这个美术史家就是美术史家，画水墨画的就是中国画的这个中国画家啊，等等，搞音乐就是音乐，搞图案就是图案。那个时候分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就是这么分的，这是一种啊。第二波呢，就是在上海当时也有很强劲的左翼力量啊，还有左翼美术家协会啊，所以它的主体核心当然是新兴木刻。这个左翼美术的队伍也是当时很强劲的一个生态面啊，他们进入社会，跟社会的接触面很直接啊，有强劲的这种社会批判力。这是在上海比较显山露水的一个生态啊。还有一个生态就是依附在大的上海这种商业环境里面啊，上海环境里面和媒体世界里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面。比如说像当时的设计啊，月份牌啊，还有当时的那种装饰艺术啊，等等啊，这些后来就加盟进来了更多的像漫画队伍啊，这是一波啊。后来就变成了以这个漫画队伍更成为了其中的一个主体群落啊，所以大概其数起来在整个梁静山就是进入摄影工作进入到上海社会时候所面临的一个大的艺术生态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漫画群落和装饰艺术的群落了，所以实际上我讲的这个大美术啊，从人员的群落啊、行为以及观念和工作的指向来讲，这个大美术在1930年代上海的这个漫画帮那个地方，还有装饰艺术的群体里面已经就形成了。只是这个大美术的概念在后来的美术史的叙述里面没有被提出来，或者说运用到那个研究中来。只是到了1992年，由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出面来办那个纪念张光宇先生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啊，张先生的一个学生，也是很知名的一个艺术家，叫袁元甫。袁先生这个时候就为这个活动写了一篇文章，同时从这文章抽出一部分，形成一个短文，给张先生这个纪念展览做了一个序文。他在这个序文里面就明确的提出了这个张光宇的一个美术指向跟价值是大美术的建构，而这个大美术我以为恰恰就是整个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个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底色啊。
从张光宇先生这种他一生光华灿烂的这个一生来看呢、啊，他确实是跟原来我们前面所讲过的那种有明确的画种身份的那些画家完全不同的啊，他更走的是一个更加综合的一条路子啊，张光宇先生自己也讲过，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多面手，啊，由于他生存的独特环境，而在上海的这种独特大都市，啊，也造就了他这种多面的艺术能力。当然，我以为这主要还是一种思想观念的问题。更主要的，我们可能透过这个现象，还有一个更本质处，就是张先他们这个漫画帮啊，都不像前面的那些画家那样，在学校里面做教员、做教授，更不是海归，就是都没有留学的经历，甚至连在国内基本的科班都没有过，啊，大部分人基本是在那个。具体的工作里面摸爬滚打，在大上海这种机会很多的这个商业环境里面干出来的，趟出一条路来的，所以他们的本事当然就是更综合一些，啊，更加综合一些。所以这个究竟你怎么定论，就是怎么样给他做一个概念，啊，那个语言先生给他叫做大美术。我自己的看法也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在纪念活动里面也有人就是说更适合把张先叫做艺术家，啊，但这种都是常规常态的说法，从学术上我们就讲怎么样讲得更合适一些，包容性更好一些，我觉得就是艺术人才啊，艺术家在很多的时候是被我们用概念来定义的，甚至于这个定义带有一定的切面性，就是很容易把人推到一个侧面，就以这个侧面来给他做定性了。可能有一些是定性的准的，但是我们知道的可能有很多人呢，啊，就像一个多棱镜一样，他可能每一面都很漂亮。都能够代表他，只不过这样的人可能确实是比较少，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像张光宇，这样。所以这个大美术的概念的具体的落脚地点是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它的渊源就是上海的漫画帮跟装饰艺术群落，然后具体的概念就是原先给出的这个大美术。好，这就是30年代非常活跃也直接参与和建构了上海摩登文化的一群漫画人。这个汪子美啊，恰好啊有一张漫画家的群像，从精神状态，从艺术绘画的风格，从人的这种造型排位等等来看，都很能说明当时这个漫画群落如何的跟上海这种特殊的大都会跟商业环境是机缘巧合的快乐的融为一体。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底下其实就已经有说明了，上中下这个，你比如说像第一排的这个就是黄苗子，黄苗子这一个比较酷的这个就是叶浅鱼，也是这个漫画里面仅次于张光宇的一位大哥级的人物。这个在他旁边这个女士就是梁培波，后来梁培波在1949年以后也到台湾，这个旁边呢就是王敦庆，你像这个就是漫画界很有名的另
一位就是办杂志也很厉害的，就是鲁少飞啊，这一个胖胖个子矮一点的，还有旁边这一个啊，跟他长得确实也蛮像的，一个就是张氏两兄弟，就张光宇、张振宇啊。然后这些我们可以数过去，像这个后来就是在上海动漫那个少儿电影制片厂和那动漫厂的那个特委，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陆志祥，这个就是丁聪，啊，就是丁悚的儿子小丁，啊，丁就是丁聪啊，所以这个漫画，他叫做就是漫画家的那个那个秋阳登高图啊，啊，就是这恰好有这么一张像，给我们很感官的认识到，就是这个大美术的主体人员，漫画帮的主体人员是哪一些，精神面貌如何？通过这张像，我们先感性的认识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漫画帮当时啊，这个漫画群落，那个他们有这么几个特点吧，我们讲一个呢，就是他们是置身在一个商业美术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是依托在当时最主流的画报媒体啊，靠办画报搞出版，靠稿费来生活，他们这一群人呢，都不是那种学院的所谓那时候的教授精英，他们不在学校里面，他们是直接参与了这个都市的文化建设，在第一线，这一波人的那个精神面貌，还有一些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实体的照片来看。首先一个，他们的跨界啊，就是多面手的这种跨界，就是必须跟媒体、跟文学啊、跟音乐、跟戏剧、跟电影都是连在一起，是好朋友。当然也跟郎静山这个非常有关系啊，这一些。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包富帅，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在上海译文文化里面非常有名的邵兄妹，他资助，他家里很有钱，他资助了当时的那个上海的漫画业，文学业当然他也拿出钱来资助很多。你看这个就是气场也非常好的，这个就是叶浅鱼，这个就是这两个边边，这两个就是后来这个那个49年以后请了张光宇去做那个大闹天宫，在上海时期也非常有名，搞电影非常有名，搞动漫电影非常有名的一个两个前辈，就万氏兄弟万古禅和万南明啊，这两个就是张光宇和张振宇了啊，后面都是他们太太这些。所以这个从他跟邵群美万氏兄弟这种照片来看，首先也能够说明当时这个大美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通过这个也大体能够了解一下。好，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前卫艺术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前卫艺术里面实际是由一个核心的画会核心的人员来那个发起的，那就是一个是决然社，一个就是彭君琴。彭君琴是决然社的盟主，这点不用讲，就是决然社这个是3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先锋艺术在上海最有标志性的一个社团啊，那个彭君琴本身就是学装饰艺术而进入到油画创作里面的。这个装饰艺术啊，其实它从西方进入到20世纪以后的这个前卫艺术和现代艺术来讲，它的底色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装饰艺术。
在20年代初期的那个巴黎画派里面，和巴黎当时就有过一个那个有过一个很先锋的艺文运动风潮。这个艺文风潮就是当时的很多艺术家也直接参与了巴黎的现代文化的建构啊，他们画海报啊，做剧场啊，参与电影啊，等等等等，还有包括当时的书籍装帧、海报设计啊等等啊，他们都参与了这一些，而不是完全像就是躲进画室专门做那种就是很所谓纯艺术，或者叫象牙塔吧。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装饰艺术在上海的生存，恰好有一部分是可以把它挪移出来或者解脱出来，就是做成就是先锋艺术的，像这个彭俊琴就是一个例子。关于这个1930年代根植在上海的这个大美术啊，曾经我们看看有什么可描述的一些现成的概念，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叫做中国现代装饰绘画学派，一个叫民间艺术学派，就这个民间艺术学派是张光宇他自己给自己叫的。一个叫漫画时代，漫画时代，尽管张光宇是在那个人间画会时代提出来的，也含过了1940年代，其实他其实更上溯到了一个历史时期，就是上海的那个在30年代的那10年时期啊。还有就李欧凡写过的这个上海摩登啊，这个还有就是袁仁甫先生的这个大美术啊，大概这几个概念都可以用来描述这个时期，都可以用来描述时期，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大美术更加合适一些。1930年代以来的这个上海装饰艺术和漫画群落啊，进入到1949年以后，依然是中国现代造型艺术格局里面很重要的一支，而且阵容非常强大的一个队伍，也分散在不同的高等学校和那个艺术单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学校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0年代初成立的，最初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绘画系，这个后来就独立出来了。比如说像彭俊琴啊、张光宇啊、张丁啊，这些其实原来都在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装饰绘画系，后来他们独立出来，组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再从原来的国立杭州艺专请来雷文元等等，还有很多人了。他们依托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其实鲜明的奠定了这个学院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这个大美术的一个基本底色和学术走向。至于他们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这个成就如何，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写过，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在我这个讲座里面来讲，只是说我要把它作为前面的一个知识铺开以后，就如何跟郎建山拉上关系，这是我后面以及这个讲座重点要讲的。就是从行为上来讲，专业上来讲，郎建山就是抱着就像这个照片一样，抱着最顶级的一个照相机到处去照相的，照人像、照风景，照静物，但是郎建山超越了这个在上海摩登时期大家都引为时髦的这种照相的人，超越了这个人这种专业跟层面，
所以《狼青山》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非常有名的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啊。这种名在1930年代的上海，就是我要讲的这个主题的时间性里面就已经形成了啊。当时的摄影照相术在中国除了纪实的作用和商用以及民用以外，这商用做海报广告啊，民用就是开照相馆啊这些等等，要跻身到艺术界甚至文化界成名获得地位是比较难的那个时候啊。摄影界还不像其他的艺术门类啊，但是在就在这个就是如照片所看到的扛了一个照相机的这个狼青山，确实在上海1920年代末到整个30年代，他这种风生水起的这种名声呢，就已经是在上海，已经在中国的摄影界乃至到世界已经是成名了啊。狼青山以摄影进入中国当时的艺文界，是他很扎实的做到了这一条。当然跟我们说就是他的很多作品啊，他是制作了他创作了很多好作品，他都是投递到国外各种国际摄影沙龙去参加各种大小不等的展览。有过一个资料的统计啊，其实他当时参加的那个参加展览的作品啊，就是投稿的这种寄送的作品有755，其中入选就有265，这个数量还没有包括1940年代就是整个抗战以后的这一个数量都还没有包括在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在上海的那个画报可多了，各种各样的画报，这些画报是那个他们对照片的这个发表量啊，就是吞吐量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狼青山无疑是这些画报的主要的照片的那个供稿的人啊，还有一些画报可能编辑就是他，顾问也是他啊，所以还没有包括他发表的这个量。当时在上海，我们如果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话，再要有一个展示的话，可以通过当时那个老画报能看到狼青山的多作品。当然我想像这些都是在前面的一些讲座和狼青山的这个研究基金会，我相信这些资料都搞得比较透啊。所以在1930年来被国际认可的中国的现代的摄影家里面，狼青山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这就是狼青山在上海时期很青春的一种时候，很儒雅。还有一个就是狼青山肯定他在上海啊，他服务于报馆以外，他同时除了他的本身的这个本职工作以外，他同时是一个摄影的活动家啊，是继那个在北京的那个光社成立以后啊，这个中华摄影学会学社啊，也在那个1928年这个时候在上海也成立了啊。这中国早期的两个摄影学会两个摄影学会里面有些人员是彼此有些重合的，比如说像光社里有些人可能到上海以后就加入了这个华社里面来啊。那么主体上以在上海成立的这个华社主体的人员当然就是狼青山。我们通过这个成立的这个照片还有几个信息我们也应该看到，跟我们这个要讲的这个也有关系的。除了他们主体的摄影家以外，
我们注意看一看啊。下一位，你像这个，那个忽略人，这一个就是张光宇啊，哎，这个就是张光宇。然后这一个有长者风度的这个一个，就是丁聪的父亲丁悚，哎，在这里。所以他们这个摄影学社的成立啊，实际是跟当时的上海最重要的这一群漫画界的头面人物啊，主要的人物其实都很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看摄影追逐在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这样子来看他那个华社以及光社这种成立，他们把它推及到这个摄影艺术里这个意义。摄影从发明一直到运用在中国是晚清社会，那个时候是欧洲人用的多，中国人用的少啊，尤其那个时候有很多到中国来做古物考察和行旅以及做外交事务的欧洲人，他们都会用镜头记录在中国看到的很多古迹，现实中的一些人物，古迹风光，自然风光。所以纪实性啊，就是当时欧洲人在中国用照相机的一个重要功能。他们在中国确实是拍了大量的照片，回国以后还用这些照片出了书和画册，有的也做研做那个学术上的一些研究。这些书现在那个有一些是有译本，但大部分还是没有的啊，大部分没有。制版啊各方面都非常好啊，这些画册可以查得到。对中国最初的一个影像功能啊，和使用这些影像器械的人，主要是来中国做那个古物考察，我们所以讲的一些到中国来的探险家吧，还有一些行旅啊，以及做外交事务的这些人，他们留下了大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你比如像当时拍的这个，北京的这一些古籍，北京的这些建筑，宫廷的一些建筑，这个就来那个这个拍照的人就是莫里逊啊，莫里逊在中国拍有大量的照片，他也出了书。莫里逊原来是在报社里面工作，后来曾一度做到袁世凯政府的那个顾问。莫里逊拍的这些照片啊，而且量很大，质量也相当好。这个我就是找了几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拍的是北京的那个白楼街道，北京的白楼街道。莫里逊也曾经在广东福建这一带游历过啊，这个应该拍的是珠江啊还是哪这个。在香港澳门，他在南中国也是游了一圈的。要展示这方面的图片很多，我们只是为了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以莫里逊的那个影照来选一些就是。从大概他们拍这些照片大概都会在那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再后来尤其进入到民国以后啊，照相这个东西就开始先进入到都市啊，有人以此办照相馆，再进报馆，
然后再被用于中做商业广告等等，这些当时都是新都市里面的新技术。这种技术进都市以后啊，都是当新宠来看待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些，就是有些家庭留下的一些老照片啊，都是能够在照相馆里面照的，就说明当时确实是花本钱去照了。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七八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这种中国的文化信息，其实很多都是依赖的这些有照相机的人当时照的这些照片遗存。他们的文献性的功能价值是非常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时代的报纸啊，有很多海报广告这些其实大量的都是借助于这个照片。这些照片都是由那个广告公司去拍，或者明星他们自己提供，影剧院电影公司他们提供的。因为照相机进入到当时的上海以后，直接催生了上海的电影业。当时关于这种电影啊，是最初是先到的那个像那个进入到北京啊这些地方，但最后面落户或者繁盛时期在上海啊，像第一个拍电影的胶片电影啊或者什么，这都是从上海这个时候拍的。上海的明星文化，上海的电影工业，在当时亚洲首屈一指啊。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时候的大量的各个电影公司自己的画报，还有当时的一些报纸的电影海报广告啊，我们都能看得到是当时电影作为一种新潮的艺术形式是如何的跟上海这个大都市和市民文化交融在一起，烘托了整个上海的摩登气氛。还有你像这一个都是当时的影像啊记录下来的，都很珍贵啊，就是早期记录，就是中国20年代中国早期的一些漫画家和运分牌画家都有谁他们的普通生活，他们的雅集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都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并不多的这些老照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像郑曼陀，这些都是画月份牌很出名的早期的李慕白呀，丁悚，张光宇啊，张光宇在里面算年纪轻的，像那个潘达威是广东的，广东也到上海来发展，其实广东有蛮多是做影像的，做摄影的，他们在广东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地方。但是广东的这个地位后来随着上海新开埠以后优势让给上海所以上海就取代它，所以广东的很多艺术家画家其实后来也到广东去工作去生活。潘兆威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像岭南画派的高奇峰、高建富，这些都是四川的张大千这些也是，张三子，这都属于这种到上海去叫上漂吧，这些看了这一圈，我们就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这些当时留下这些大量的照片，我们翻画报也好，翻报纸也好，这些其实照片的作者都不是当时国人所推崇和了解的有名的人其中也有不少确实后来也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老照片啊，其实都是不知名的，在赞叹欣赏之余都没有把它能相应的放到一部具体的那个艺术的类别史或者是文化史里面去有名有姓的去讲这是和美术史、文学史、音乐史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大。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掌握这个就是因为照相机它有这个即时性嘛，所以掌握照相机的这种人呢、啊、很多从一开始摆弄这个照相机的时候可能就是为工作并没有想到它是一种艺术的表现。也正因为从这里来讲，郎静山这一辈的人，郎静山先生本人很了不起啊。随着科学和新文化的推进啊，新文化的推进，作为新技术的摄影也开始进入到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里面去，成为文化艺术的一种观看行为和创作方式。你比如说前面我讲的就是那个光色以及那个画色的成立啊，还有当时一些很重要的那个文化人的加盟啊，你像刘冠龙啊，像俞平伯啊，那个刘冠龙还谈摄影的文章还结成了一本书叫《半龙谈影》，出版时间是1927年，这都是在1920年代完成的事情啊。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北大画法研究会，当时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集中地啊，有很多新事物都从那里诞生出来。那其实我们也不要忘了，摄影也是从北大那个地方出来的，最早出来的，先于上海啊出来。所以我们来看，等等来看看，就是只是说那个新文化运动里面跟科学交融，或者是伴随着科学进入的，可能摄影是一个大家不要忘的。这个就是那个北大光色成立的一个照片，灿烂的一个照片，这个就是刘半龙啊，这个就是刘半龙，这就是半龙谈影的那个书封。但是我们看来看去，虽然都是在都市里面就是装进了这些新技术，装进了这些新文化，但是最风生水起的其实尤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上海。所以1920年代对于摄影的运用和接受，就是普遍的接受，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是上海。无论是文化界当时的那个报馆啊，杂志社呀，商用的广告部啊，广告啊，还是民用的照相馆，以及当时就是那个上层阶层里面的那种艺术社团的雅集雅号啊，在当时的中国，照相，总之来讲，整体上照相的时尚程度和普及程度就属上海最集中。虽然说摄影从欧洲进入中国的最早地点是广东，但是随着上海的开埠，作为中南口岸和国际商都的要求，上海迅速取代广州，因此最有摄影艺术表征的电影1913年也诞生在上海，那就是那个由郑振秋、张石川导演的这个《万夫难期》，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片。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从漫画帮自己描绘的上海都市的各种景象景观里面来看到这个照相的那种时髦，这些可能看过去都很非常好玩的，很有趣的，就是叶浅鱼画的一个在公园里面到处都是举着相机的人在这里照相，于是那个正式搞照相的很有原来一家独大的这个照相馆，都觉得自己的生意没有了，很像我们今天拿一个手机都可以乱去照，到处随街随地都可以去设下自己感兴趣的镜头一样。所以摄影其实它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具有那个民用性和公共性的一个东西。可是在开风气之先的广州、上海啊，那个时候拥有照相权利的人，和这种技术的人可不多的，就像旁边这个感到很尴尬的这个照相馆的老板一样。但是，一下子上海开埠以后，
摄影已经是有那么多人在玩啊，所以从这些漫画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照相的在整个上海被接受的普及程度。同样是叶浅鱼，还有一个漫画，就是说当时除了那个洋画展、国画展以外，也开始有摄影展了。郎静山就办过好几个摄影展，所以说郎静山是活动家，是风云人物啊。就在上海，他除了投稿到国外去以外，他本身也办摄影展，可是将摄影成要作为艺术，你才能办摄影展啊。所以才会有像前面像北京和上海成立这种摄影团体一样啊，摄影团体就是说一定要用艺术的表达方式来区别于一般的民众的这种照相啊，这些主体的人物就是他笔下很有名的这个王先生啊，也很有意思这些嘛。这个就是当时拍广告了啊，拍广告也是当时漫画，就是有比较色情的一面。然后大环境我们这么一看，整个李欧凡笔下所写的那个上海摩登的整个图景就出来了啊，大概其浮出水面。郎静山恰逢其时，他就生活工作在上海。啊，从个履历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14岁就在上海读私立的一个南洋中学，这个中学可是当时很好的一个学校。所以为什么还有一个1912年他就开始做工作了啊，进入社会到一个很大的报纸申报去工作，负责广告业务啊。19年呢自己业务做大了，还创办了一个静山广告社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基本的履历来看呢，为什么跟漫画帮有投缘的地方，而且在上海这种可以这个风生水起不问来历，就是因为上海的这种包容性，而在它有精英教授学院艺术的另外一面来讲，就是大量的依附在更广阔的一个上海商业环境里面成长和工作的那一波人。这一波人就是像张光宇啊、叶浅鱼啊、郎静山这一波。所以你看他14岁进南洋中学，12岁就到申报去工作了啊，一直工作的时间都很长，一直到他成立那个什么摄影社，就在这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在摄影方面已经是有成就了。这就是我们看看这个整个履历和整个大环境，就是郎静山得天独厚的一个起步摄影的地方。他在上海接触照相小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把视野平放开来看，跟他几乎同时期也是一个漫画群落在上海风生水起的时候，这就是有的评论家把它叫做生活在上海的这个波西米亚群落啊，这么一个，他们就是没有海归的背景啊，非常自由散漫啊，在商业文化和那个都市文化里面勤奋工作。勤奋工作，用最接地气的、最能够接触到上海那种时尚文化的这种工作方式和艺术作品，营造了这个都市的一个文化面貌。那么这一部分人，先我们看看，一个是沈伯成，像丁悚、叶浅鱼、张光宇，还有很多等等这些，跟那个郎静山私交都很好。通过照片我们看了，像丁悚、张光宇就不用讲了，叶浅鱼这个跟郎静山关系也很好，两个人还一度合作办画报过，张光宇也参与，两兄弟都参与投资啊，他们一起办。沈伯成就是在申报期间啊，就跟郎静山是同事啊，
那个1940年1月《梁永花报》上曾经开过一个专栏，就是纪念摄影100年，约请了很多当时已经有成就的有名的摄影家来写征文。郎静山就是写就是我怎样开始学习摄影，这个文章很短，但他在里面确实是回忆了自己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向往摄影，接触摄影怎么样。其中他里面有一小段文字就讲跟沈伯成跟沈伯成的交往还一起跟沈伯成出去拍照。沈伯成是什么？沈伯成其实就是当时漫画的一个重要的前辈主要的业绩在漫画也是上海漫画群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可是去世很早，就是还在刚才我讲这个上海漫画群落风生水起的时候就去世了。192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郎静山开始做摄影的这个年代里面，摄影已经比较多的被用于当时的民用、商用和新闻。除此以外，也开始有很重要的一个触角被引向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像当时积极引进的洋画一样，照相完全是一种新的来自于西方的艺术形式他在早期除了得到文化界名流的扶持宣传以外，整体上其实还是在上海，主要还是在上海这种就是西化新潮程度很高的一个新文化环境里面，落地为普通市民很容易接触到的、享受到的、欣赏到的一种新影像这个我们从当时的那个影像社团的那种陆续成立，还有很多新文化界的大佬给他站台宣传我们这些还有很多积极的精英分子都加盟都可以看到，就是当时那个摄影已经和当时的海派文化尤其是画报文化融为很和谐的就融为一体而且从这些精英当中，他们就是转身为摄影艺术以后所拍摄的一些照片的追求来看，确实是当时很积极的，其实就想尝试那个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和观看方式尤其是总想把中国人的那种诗情画意的美学融合在里面，在里面郎静山当然是重要的一个还有其他郎静山只是在里面更突出的一个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当时画报上面我们见到的郎静山早期的一些作品这个就不是了前面两个是我讲除了比较有名的几个那个社团以外，还有一个摄影学会和杂志叫那个英社就是老鹰的鹰，这个杂志就是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存在时间并不长，但里面我看到的里面的一些照片质量是很不错的也可以基本看得出来，就是当时走进照相馆的一些艺术如何逐渐的向艺术表现去慢慢转化拍人是这样的，我们看拍景也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啊，这个在北方不在上海，这个就是跟郎君山几乎同时代，但是后来到了那个到了解放军，的一个摄影家叫曾荫权，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下面再讲一个，就是在上海，就摄影如何被重视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进入了国家的展览体制。国家的展览体制啊，我们讲是民国建立以后很重要的一个现代性的建构，就是对艺术啊。艺术博物馆、艺术展览馆、图书馆等等等等，这些有公共性的这些艺术展馆的建构啊，这个我们从很多先贤的文章里面都能够了解的。当时民国建立以后，教育部就出面来主抓这个事情。那么像美术作品展览是也是直属国家教育部啊，那个。1928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在上海隆重举办，这个展览很大啊，非常的大，在整个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我相信研究中国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都懂这个展览啊，就是无论从它的规模啊、影响力啊来讲，还有第一届啊，都可以作为考察当时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个展览呢，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要讲，就是它有一个摄影的展区部分了，也就是意味着在国家的展览体制里面有摄影，在很多门类里面，它这个门类有很多，有建筑，有洋画，有中国画，有雕刻，有工艺美术，有建筑，有摄影等等，很多啊，有几个大的门类啊。我们都讲很重要的，在这个中国20世纪现代艺术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二徐之争，这个二徐之争其实就是由这个展览生发出来的啊，是因为那个徐悲鸿写了一个表扬这个展览的一个信，同时也指责了，就是这个展览好的好在没有像马蒂斯有塞尚这样的一些无耻的画作，引起了主编徐志摩的一个回应，一个很长文章的那个回应啊，一来二往吧啊，就很多人加盟来争论啊，这个是。形式就表明这个展览的重要性啊，表明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展览除了有这个事件，还有摄影在其中以外，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展览的一些重要的评审人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展览的分量。而这个评审人员里面都是些很重要当时的人啊，很重要。你像这个就是徐志摩呀，啊，就是当时徐志摩的那个在文化界的地位。哎，怎么突然又被请到或者跨界到艺术界来做这个美展会刊的主编呢？也就说明这个那个时候的艺术展览都是请最好的人，最厉害的人啊。你像这个就是正宗的油画家李一石啊，他是留英的啊，这个就上海美专的王吉远啊，王吉远，这个应该就是张善子吧。这个就是王一婷啊，王一婷啊，当时在国画界非常有，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应该是陈志佛啊，我看是陈志佛，这个是江小坚啊，就很多
那个时候这一排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中是各个门类的当时全国数得上的顶级专家都请到了，而杨金山就是摄影展区的评审委员啊，这个评审委员，所以这个美展会刊啊，由徐志摩来办的，这个展览所以说专门为这个展览办了一个小报纸啊，把这个展览的动态啊，大家要发言啊，都可以在这上面发表。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内务美展若干个艺术门类里面啊，一个摄影师其中一项啊，我们来看看它的数量是277件，当时若干选。仅次在哪里，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西画是354件，中国书画是1231件，当然含书法。然后工艺美术是288件，雕塑是57件，建筑可能就更少一点，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就差几个，仅次在工艺美术之后，就是摄影。当时首先这个数量，几乎紧挨着这个当时最热门的，就中国书画跟西画。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当时摄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啊，已经开始进入到国家的展览体制，国家的艺术格局，这个很了不起了，很了不起。当然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展体制不太一样，所以再回过头来讲，那个时候我们关于美术这个概念，它就是大美术的啊，从展览体制上来讲，还有一些像鲁迅啊、蔡元培他们原来提倡的美术啊，或者说运用的美育概念啊，其实这都是一个更宽泛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很比较窄的一个画种的一个概念。所以跟今天像影展不能不在那个国家美展体制里面的这种现在的格局是不太一样的。李幼凡先生他写了一个架子，写错了，这个是李幼凡先生他写过一本书叫上海摩登，这个书是比较全面的，也是第一次我觉得是把那个旧上海时期的这个上海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跟精英文化交融起来写作，呈现了一个上海摩登的一个盛况啊，但是其基础就是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如何建构和维系了上海的精英文化这个特别的图景。其中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就是当时各种画报的编辑出版，正是这个景观中最具上海摩登特色的，也是新潮文化的一个表征。郎静在上海从事摄影和广告工作的时候，和哪一些人走得最近啊？其实就是和活动在画报界的这一群人走得最近，而这一群画报界的人里面的核心就是漫画家这一波人啊。尤先讲啊，他还一度和那个叶剑英、张光宇他们还合资办过这个上海漫画，所以我是有全套这个上海漫画，很早我就有一套，我当时就很好奇啊，我一翻完以后，我觉得里面有好多照片啊，有很多的照片，但还有其他漫画以外的其他艺术作品，我们就不讲，但是主要是有照片，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明明是叫上海漫画，干嘛会有那么多的摄影的东西呢？没想那么多，就觉得那个时候上海挺开放的，可能也是大美术吧，这么一个概念。后来再慢慢的，看进去、学进去以后呢，再从事这个研究多以后，慢慢才懂，其实它这个里面的叫股东吧，或者叫做编辑人，其实就有郎静山这一波人，
就有这狼人还从他的那个那个摄影学社里面就是动员了两个过来啊，跟他一起来出资帮编辑。这就是刚才我前面的一个疑问啊。前面我讲了这个那个像胡伯祥啊，这个张正厚啊，这些都是狼群山华社狼群山华社里面的人啊。这里面我要讲一个，就是说那个胡伯祥啊，胡伯祥他原来跟张光宇和那个丁悚啊都是在那个英美烟草公司里面工作的啊。当时画家供职的单位里面最具有西化环境的应该就是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张光宇他们也在里面啊，就是还给他们画那种很多商标啊，画很多的东西，画月份牌啊，这个胡伯祥就在里面。所以实际上胡伯祥在做摄影之前已经跟这些漫画的人在一起啊，所以整个上海这个圈子里面啊，除了我讲的那个在学校教书的那一波人以外吧，海归的那一部分以外，我们应该看到上海更本质更接地气的这一波上海的那个最基层的这一波人里面啊，其实也是最赢够了上海海派文化精英的这一群人里面，这个群落我们其实以后还有时间可以再讲这个。当然我就现在看这种办杂志啊，这种办杂志本身是漫画家和那个摄影家共同促成的一个文化盛况，当然也带动了这个画漫画的出身的这一帮人呢，对摄影很爱好啊。你比如说叶浅鱼啊，我前一阵子我有个学生就是专门做叶浅鱼啊，我就也让他注意到这一方面。叶浅鱼本身在上海时期啊，他49年后其实他对他的中国画关注的更多一些，其实对他上海时期的很多作为啊，由于面太散了，可能关注的像资料有限，聚焦也不够，太零散了。叶浅鱼做过很多视觉艺术的工作，在造型艺术领域里面可以说是拳打脚踢，样样都干过，其中就包括做影像。他也是早期摄影的发烧友，也是摄影那种社团的重要人物，自己的影像作品也比较多。上海漫画本身也是他们的同人杂志嘛，所以自己的作品在上面发的也多啊。还有就是他后面做了很多这方面，还帮他家乡桐庐也做了一些这一方面的事情，就是用摄影为桐庐的旅游宣传做一些事情。正是这一大块的漫画领域，我觉得是整体上的滋养了漫画和摄影啊。漫画和摄影就是在这种互动的人际以及工作当中啊就是建构了整个上海的新文化。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当时漫画就是张光宇旗下吧，叶浅鱼张光宇旗下办的杂志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啊，有过好几个，其中一个被上海漫画是肯定很重要的，时代漫画也是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看里面的那个作品啊，封面设计啊都很不一般，都是高水平的，高水平的啊，就是因为出自于这些人之手。所以也有些人把它叫做中国现代，把他们这群人的艺术统称叫做中国现代艺术的装饰学派，或者叫做中国现代艺术学派，也把它归到这个，也把它这么讲。
其实就是装饰艺术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建构和起步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而从这一点来讲，他们笔下的人物啊、图像啊，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对于漫画的认知，远远超出了。当然，有关漫画这个概念，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啊。不是今天我们先所讲的那种卡通啊，那种漫画，它还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还可以再从这个不在这里讲了。还有你像这个，就是上海漫画既然是同人杂志嘛，有时候为了发表作品，冲版面等等也好，就是有时候也把自己的家人也当模特。你看张光宇，这个张光宇的太太也当模特了，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几个照片里面，他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照片也成为一张影像作品，成为一张影像作品，这张作品就发表在上海漫画。好，这个就是时代画报。时代画报的好多封面啊，其实是叶浅鱼做的。所以叶浅鱼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忙啊。马不停蹄的去组稿、拍照，晚上还要在家里面赶画稿。所以很忙很忙，有连载的，有读服的，因为办杂志嘛。办杂志你不能拖延这个出版时间，工厂那边等的啊，也正因为是这样，可能有很多的手稿可能留不下来，因为当时直接就拿到厂家做制版啊。你看叶浅鱼做的这些照片，然后用这些照片做的这些新的那种时尚的杂志的封面。那多好看啊！你看看，我们对叶先生的了解啊，一下子把他就是推到一个就是水墨画或者国画的一个领域里面，或者是叶先生的速写非常非常好，这些都对啊。但是我认为还是小看叶浅鱼了，叶浅鱼他们跟张光宇一样，为什么说很难用一个侧面来概括他们、定性他们，就在于他们的能量太大啊！这个都是那个在学院里面工作做教授的那些洋画家，或者在其他领域那些国画家里面不具备的啊。你看，这个是叶浅鱼的摄影照片。叶浅鱼的摄影照片，他有很多摄影照片挑了一张，因为可能有蛮多人不一定能看到这个上海漫画杂志，我现在都是从上面扫描而写的，这个就是最近我一个学生在做那个叶浅鱼的时候。我也让他去关注一下叶浅鱼的摄影啊，其中就提到这个，就是叶浅鱼的家乡桐庐啊，当时要做自己的一个旅游的宣传册、旅游宣传书吧，就是，然后做好以后，就拿去找叶浅鱼，叶浅鱼当时在上海办画报嘛，就找叶浅鱼看看怎么样能出版这个书，叶先看以后啊，就很喜欢。就主动请缨要为这个书啊再做进一步的编辑工作，又花了好多时间亲自又回来一趟家，沿着富春江坐着船走了一圈，沿途拍了很多照片，就使这本书啊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这个书在当年出版的时候里面的摄影照片就是叶先生自己拍的。因为自己拍，所以他本身就很爱玩照相机。
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漫画这些人呢、啊，当然得天独厚了，他们的条件就是他们本身就帮明星拍广告，他们拥有很好的影像资源，当然也为自己拍啊啊，所以说漫画街里面的这些人有几个都很喜欢自己在镜头里面啊摆 pose 啊，自己在里面很有意思的这个。不帅啊这种是吧、啊、我感觉这些照片啊真是和上海的那种文化天衣无缝的融在一起，而且也只有在漫画在画报在上海那种商业文化和先锋文化里面才觉得很和谐，看这些图像觉得很和谐。当然漫画界跟电影的关系也很密切，我们本身在电影界朋友就很多，因为电影界需要画布景啊和舞美啊，也很多是请他们去做的，所以从这点来讲他们真是置身在上海这个大都会的商业文化和那种市民文化里面，可是又以精英的身份来做的啊，非常的就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我在这里不是讲国画家讲油画家不好，而是说仅仅会画油画的这些人呢很多，但是当时对融进上海的那种海派文化呀，当然融进去的直接度和力度当然不如他们。你看那个时候叶浅鱼在画报里面连载的那个王先生啊，一连载就成功啊很成功啊，看这一篇就等着下一篇了，所以他也非常的忙，但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人呢就想到，哎呦电影公司刚刚就想了，这个可以拿来拍电影了，因为他已经有那个漫画的那个文本基础了，已经有市民阅读的这种热度，何不再拍一个电影，后来又拿来拍。所以后来叶浅鱼，你看叶浅鱼他们本身画漫画嘛也是性格很开朗，本身在这种雅俗之间啊玩得非常嗨，所以自己也扮成王先生那个样子和几个好友啊扮成一个情景剧情景照来这里拍了一张相，非常的好玩。你看这个就是万籁鸣啊啊，后来万籁鸣执掌那个上海电影那个少儿电影制片厂搞那个大闹天宫的时候，他就能把他大哥那个张光宇请来做那个大闹天宫的那个设计啊，这个设计，因为他知道这个活也只有他大哥能够干啊，别人是干不了。你看这个就是叶浅鱼啊啊，很好玩的。所以就是一下子这一帮人呢、啊、进入照相以后就把照相机原有的那个机械计时功能给不打，确实是不用讳言啊，就是摄影的计时功能是照相机自带的掌握这个照相机的人呢、啊、要想在摆弄它的时候要想去掉它这个技术性其实难度是有的所以你只能够就是运用它的技术，顺着它的这种技术走通过进行在创造。所以那些照相的人后来对镜头的希望啊对镜头的这种希望是依托在绘画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镜头本身来讲作为一种机械物一下子还上升不到艺术的高度所以说摆弄照相机的人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往所谓绘画方面引导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现象都还有，所以我们看很多电影总觉得这个电影具有一种画面感，像油画，那个电影像水墨画那个电影像什么什么，其实他们还是以绘画为追求为追踪所以我觉得这个搞摄影在
那个时候能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艺术专业相当的不容易，从那么民用商用跳离出来啊，就是放在今天这种全民拿照相机的时代里面，能拍出好照片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你那个机械性是自带的，即时性是自带方面的，所以说如果不往精神方面去追求的话，不往意境方面去推的话，你这个照片就没有意义。可是这方面的难度太大，需要阅历啊，修养各方面，这是非常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民国建立以后的30年时间里面，摄影恰好是中国新艺术里面重要的一个艺术门类和艺术形式，其中最能够摆脱了摄影的即时功能，又率先妙用了摄影的技术功能呢，往中国化的意境，往艺术化的方面去营构的一个代表人物，首推郎景山。郎景山他是从本土一直到国际都得到认可的，也就是他的那个他发明的或者他独创的这个集景摄影法啊，这个摄影法在过去就是虽然不是外国人用过，但是在中国人落地于中国本土没有人啊，还是他做的啊，做得非常的好，这个跟郎景山个人的修养非常有关系了啊。郎景山本身就是他绘画那个修养非常好啊，会画画，画论的那个涵养是有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对摄影的那个创造啊，他这个目标指向很清楚啊，很清楚，就是要进入到中国的画里啊，中国的意境进入到这个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方面，外国人那个时候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话，首推郎景山，叫郎氏风格啊，那个时候能代表当时上海时期、民国时期的影像风格的，是最有高度应该的。先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些早期的照片，这些都是他30年代的。他这种是经过暗房的处理，暗房的功夫工序，技术加艺术。我自己做过暗房做过暗房的工作，我觉得非常难做，很难一张作品的产生要经过很多工序很多的工序，但是现在看郎景山真的做的很熟练，天衣无缝，相当不容易，相当不容易，这个，尤其那种自然成型的程度那自然性不是那种硬变化的东西很自然，真的是像个水墨画，可是又是真正的照片影像，是照片药水显影出来的，非常好，非常好。郎景山的画好，他办过画展那种走古典路线的仿古路线的那个画，书法也好书法也好，画论也好影像当然就是自身在这个基础之上融进了这些东西。那我们从大量后人的影评可以看到的郎景山，其实他的艺术面貌和艺术价值大概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的那个集景摄影法跟作品的极具中国水墨画的意趣，使影像从个洋玩意走进本土第二个是他行万里路里面拍到的各种中国各地的风光照片，这个主要是在抗战时期，这是中国人文地理很重要的一个档案资料
这些照片啊，就是通过底片发表了很多了，我们都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抗战以后呢，他是也撤出上海，也转移到大后方，但是他在重庆住的时间并不长，他感觉自己还有很多工作在上海要做，一下子好像无事可做，这样子他又重回上海，在上海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实际上他很多时间是在就是行脚在大后方，端着相机拍照了战时中国的很多现实影像，非常的好啊。所以我觉得后来他晚年办过一个展览，好像起的名字就叫进山行脚吧，我觉得这个很贴切啊，他的很多风光照片就是这样。因为我总觉得李益德先生呢，就是民国时期绝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画家，他就是写过一本散文集叫那个画旅行脚啊。我觉得狼金山的很多风光照片都是在抗战期间拍的，所以他有几个时期我们可以分的。一个他在上海时期的风光照，就像前面那个集锦法他也做，那个是他主要拿到国外投稿啊创作的一个主攻方向。但还有一个跟当时的这个海派文化很贴近的，就是这个人体艺术。人体艺术由在当时的上海美专起事以后，那个时候就成为社会上的一个新闻。所以人体艺术也在当时的各种画报里面出现，也成为上海相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画报图像和那个文化景观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很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狼金山拍的一些小景静物，这一些随着这个新闻都是带有艺术创作性带有一种美学指向的追求的这些。但是即时性的这些照片，非集锦法的这些照片很少，它大多是在战后，这个抗战期间在大后方行脚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拍的。然后拍人像呢，也做，但是多半都是很有名的人嘛，请他去拍所以你像当时很多有名的艺术家，包括徐悲鸿他们有很多重要的要拍照家庭照片的时候，很多是请狼金山去拍的。所以狼金山到台湾以后，好像也跟蒋碧薇还是私交比较好，也给我看也给蒋碧薇拍过一张但是他大量的拍人像，这个是到了台湾以后。这个他那个时候的那种集锦吧，创造的中国式的这种水墨山水照片。但是非常的好，非常他拿捏到的那种分寸一个机械照片就追求水墨画的那个效果，拿捏到的那种分寸的照片，我觉得拿捏到就是恰到好处，拿捏到那种温润的角度非常好。抗战时期在后方各地行走的时候拍的照片，我挑了一些跟广西有关的。这张就是在狼先生的这个照片里面
这个比较对我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个，就是咱们桂林的华侨。我刚刚带着你们去那个这个在座的那个同学，去桂林啊，去桂林，大家也看了。华侨在抗战时期，狼群山镜头下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自然状态跟破败的状态是这个样子。还有一张跟我儿时记忆很有关系的，我专门挑了这一张。狼群在后方啊，其实到过广西，拍了不少的广西影像，其中这张就是我童年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柳州。这个就是柳州的马鞍山。横着的这条江叫柳江，马鞍山正对跟这个河两岸连起来的是一个浮桥，不是现在这个船，是一个浮桥。这个浮桥就是我童年时代经常走过去的，从江北走江南，走过去，逛商店啊，还有那个节假日爬马鞍山呢，就是对面这个山。这个山我见过两个影像，我都很感动的。一个是当年，美军飞虎队在柳州驻扎的时候，由飞虎队的队员拍的，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第二个就是狼仙这一张，我看过去后也心里这个怦然一动。这跟我童年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非常有关系。狼仙拍的在四川拍的这些，照片就看这一些啊，就是在洋画很盛行的1930年代，十里洋行的上海，其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呈现的是一个很强劲的民族风潮，这点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它不是这个摩登就一定是很洋化的东西。不是，它其实它有一股很强劲的一个民族风潮，这种行为跟上海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个东西，其实不是。从艺术的气质里面来看，就上海本土的那些艺术家和那些人，可能本土的艺术气质，本质上的艺术气质来看，确实就是生长的一个很民族的东西。在狼先生身上是这样，在其他漫画家的身上也是这样，而且这种对民族艺术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深沉的。他们中的很多市民之气和艺术语言里面的那种民族趣味啊，就构成了1930年代海派文化的一个共同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来看狼群山的这个集景摄影和他追求的这种水墨画的意境，完全和漫画界的这个大佬。这个张光宇笔下的很多那个漫画，比如像民间情歌，比如他画的那些小说人物的插图、绣像等等，完全是一个调性的东西，倒是和学院里面那些沙龙艺术啊是有区别的，他们是通过画报强劲的推广了这种民族的东西，表现的也正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学精神，这个狼仙和那个和那个刘冠龙啊，其实在对这个摄影最初进入中国以后，他们的一个希望所在啊，也提出过意提过早都提出过这个意见，我们到后面看看，你看这就是张光宇的民间情歌的原版。民间这个情歌是他收集，他自己写的，画是他配的，他自己画的，非常好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这个所谓中国风。你看啊，狼仙他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影像追求啊，有个夫子之道，有
一个自己讲的一段话，他说我做集锦照片是希望以最写实、以传真的摄影工具，融合我国固有的画理，以一种善意的理念、实用的价值，创造具有美的作品，以弘扬中国文化和东方艺术，这是他讲的。啊，然后他又讲，他说照相机外国人发明的，为何与我有如此不解之缘呢？想起最初外国人到中国，往往拍摄就是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抽鸦片烟、坐人力车、抬轿子那些落后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文化优美的一面。久而久之，使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郎金山的照片和当时整个漫画界的美学取向，其实是有很强的这种中国自豪感。所以他说我的创作理念很简单，就是想把好的东西拍出来呈现给大家。我一直致力在摄影中找一种可以表现美的方法，把美保留住了，不美的就丢弃了，于是就有了集锦的诞生。这是他讲的啊。所以你看他拍一张照片不是咔嚓一个快门的问题，费很多的技术工序，真是进入到一个二度三度的创造之中。所以一张照片的诞生很不容易，再加上前面我们看他光是在国外投稿参展的那个量，就知道他在照片的创作上的用心。然后就是刘半农在他的那个半农谈影里面，他也有一段话，他就是给那个光社的一个年鉴啊，写了一个序。光鉴的年鉴里面，这个序言里面他就讲了，他是说如果要是天天捧着柯达的日报啊，或者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至小伟筹的年鉴，自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也模仿那也模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项，这也就不差了吧。可是据我看来只是一堆无结果而已，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绪和论调借着镜像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有一种气息，这讲得多好。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枉做，我们送给柯达艾克华的钱才不真的白费。诚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但如果曾经去做，总有做得到的一天。所以他是很希望摄影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一种观看方式、情绪和表达方法。我是看就是置身在这个漫画群落啊，和装饰艺术以及画报生态里的这个大美术的风气啊，完全得益于上海这个特殊的时代啊。这特殊的时代当然就大都会的市民化了、开放的国际化和传统的语境，所以摄影滋养和生存在其中，造就了郎金山及一大帮摄影界的朋友。这道景观现在看几乎就凝固在了1930年代的上海，因为抗战以后这道景观就遭解构和分化了啊，就很多人就分到不同的地方去了啊，原来的社团不存在了啊，就像郎金山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啊，他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郎金山作品的依据和社会角色啊，这个时候离开了上海的这个繁盛的这种媒体工业啊，影像基础啊，市民环境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自身的这种角色完全发生变化。所以后来他从重庆再返回到上海，其实是想接续这个工作，还继续是想做这个工作啊，只是说已经大环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变化以后的郎金山肯定就是将是另外一个研究题目，也是另外一个研究区域啊。
这个有时间可以还可以再做，就是蓝天山以后，就是抗战以后的基本走势啊，来看一下。关于那个蓝天山和那个上海以及漫画群落的这种关系啊，就构成了一个这个大美术的人际艺术关系。这个关系我现在也只是通过一个粗略的那个资料啊，把它就是串联起来，串联起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它就是简单的把一个概貌梳理了一下，可能最后，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那个空间啊，来填补，来做。今天这个讲座。就粗略的给大家做介绍到这个地方，有不对的呢，请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呢，批评跟矫正，谢谢大家。主持人，我的讲座讲完了，有9:12，也超时了。哎，谢谢刘老师。嗯。那个不想各位同学有没有意见啊？有问题的可以趁刘老师在的时候发问。7:00，一个半小时。嗯。感谢刘老师，把这个上海时代漫画界这个活泼的精神都带给大家了，就是以前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画面。这些图像其实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只是在有限的这个 PPT 里面啊，展现不了那么多。它跟漫画界跟上海的这个画报界的关系啊，还有很多是他的交友方面的一些往事，都很有意思的。